本因制现在开始，为免影响礼仪嘅进行，再次提醒各位将手提电话同埋其他响闹装置调至静音模式。多谢同座，请起立，进堂为本因第七十九首，第七十九首《普天地颂》嘅上句。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各位兄弟姊妹同在。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我们呢会在今天会完结十月是三十一日，那我们今天都是上年期的第三十一周，我们有一个什么心理的准备，刚才我相信在这个弥撒的释义里面都是讲给我们听，会有一份的心好准备是迎接这个十一月，但未到十一月呢，如果昨天我是出去留意一下的时候已经很多人呢扮鬼扮马的了已经我看到呢有一个外国的家庭那兩個仔女呢就扮到唔知啲小精靈啊嗰啲樣，或者好彩都唔係小魔鬼啊！阿爸呢就大搖大擺，哇！頂住兩隻大嘅翅膀，上面仲有個光圈喺度嘅，啊！我係天神嚟嘅，扶守住啊！呢兩個嘅小精靈啊，係啊！我哋要感覺到係啊，要扮鬼扮馬啊，扮呢啲所有一切好重要，但係。對住上主的服務，在今天我們來講呢，我們會怎樣做呢？今天我們很歡迎我們有位的同學 Max 姚克輝，送給大家認識一下他的 Form 1給這個同學他的家庭呢是現在是為主來的服務，剛領了初領聖體也都是準備緊他的一個堅陣的一條路，信仰的一個旅程我們都需要呢真的在這個信仰的旅程裡面怎樣能夠全心全意全能全力全意全力來去愛天主愛人在我們的本分的裡面，讓我們今天可以去悉心聆聽天主的聖言，而且讓我們呢能夠懷著這份的信心的為主呢來去作見證，還有呢作出他的服務。在哪些地方我們認為還是未完美，或者是失當，或者有些地方是有瑕疵的，我們一一拜天主
同埋我哋嘅團體，我哋所有嘅家庭嘅面前咧，大家互相咧去認錯歸志。我向全能嘅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認我在思念行為上的過失，我的重罪，為此懇請眾生同職聖母瑪利亞，天使聖人，和你們各位兄弟姊妹，為我祈求上主，我們的天主。願全能的天主垂憐我們，赦免我們的罪，使我們得到永生。天主在天受光榮，主我的人在世界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聖父，我們為了你無上的光榮，讚美你，稱頌你，朝拜你，以讓你感謝你。主耶穌基督的身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聖父之子，赦免世罪者，求你垂憐我們，赦免世罪者，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坐在聖父之右者，求你垂憐我們，因為只有你是聖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無上的耶穌基督，你和聖神同感天主聖父的光榮。阿們。請大家祈禱。全能仁慈的天主，由於你的恩寵，你的信眾才能夠恰當地讚美你、侍奉你，求你幫助我們安穩地邁向你的恩許。因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光。攻讀《生命記》。那時候，門失對以色列人說：你和你的子子孫孫忠心日日敬畏上主你的天主，遵守我吩咐你的一切法令和戒命，使你獲享長壽。以色列，你要聽且緊守遵行，好使你在牛奶牛蜜的地方獲得幸福，人數增多，如上主你祖先的天主所許給你的。以色列，你要聽，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上主，你們全心全靈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我今天吩咐你的這些話，你應牢記在心。上主的話。感謝你天主。答唱詠，讓我們一起誦讀以下答句。上主，我的力量，我愛慕你。上主，我的力量，我愛慕你。上主，我的力量，我愛慕你。上主，你是我的磐石，我的保障，我的避難所。上主，我的力量，我愛慕你。你是我的天主，我一心倚靠的磐石。你是我的護盾，我救恩的力量，
我的堡壘，我一呼求應受眾羊的上主，他就把我從仇敵的手中救出。上主，我的力量何來無力？上主萬歲，我的磐石應受讚頌，救我的天主應受尊崇。你使你的君王大獲勝利，對你的受苦者，你講施仁愛慈惠。上主，我的力量何來無力？公讀自希伯來人書。弟兄姊妹們，立未人成為司祭的人數眾多，因為死亡阻礙他們長久留任。但是耶穌因永遠長存，具有不可消逝的司祭品位，因此凡由他而接近天主的人，他都全部都能拯救，因為他常活著為他們選求。這樣的大司祭才適合我們，他是聖善的、無罪的、無沾的、有別於眾人的、高於諸天的。他無需像那些大司祭一樣，每日要先為自己的罪、後為人民的罪祭獻犧牲，因為他奉獻了自己，只一次，就永遠完成了這事。因為法律所立為大司祭的人是有弱點的，可是在法律以後以誓言所立的聖旨卻是成全的，直到永遠。上主的話。感謝天主。福音前夫妇各位请起立。主说：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愿主与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尔谷福音。有一个经师前来问耶稣说：一切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条呢？耶稣回答说：第一条是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应当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第二条是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大的了。那经师对耶稣说：不错，师父说的实在对，天主是唯一的，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我们应全心全意全力爱他。
并爱近人如自己，这远超过一切全凡制和牺牲。耶稣见他回答得明智，便对他说：你离天主的国不远了。从此没有人敢再问他。上主的福音。咁啊，再請一啲副祭咧，出邊係排排坐啦啊！我哋一齊咧嚟到去分享翻喺今日嘅聖言裏邊，其實咧天主要俾我哋有一個咩叫嘅演繹題目啦。頭先我哋聽到嘅一段嘅福音就話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我天主还有之上，又要爱人如己。如果我哋喺呢个世间上面咧，我哋话，咦，我哋一阵间会睇到嘅系一个小朋友，13岁嘅年纪，啊，要点样去要截肢，啊，要斩自己手臂，要斩自己嘅肢体，啊，嚟到去保命，但系。我哋会睇嘅，另外一个人啊嚟到呢个嘅世间，我有唔系单单保自己嘅命啊。头先我哋会听到嘅第一段嘅读经，会教我哋会点样睇咧？嗱，全心全灵全意全力，天主一路落嚟嘅时间，就要我哋咧就话唔系为保我哋自己条命，佢自己条命咧佢都唔愿意保，而系为咧系第啲人啊。咁我哋话，哎，我哋都知啦咁样，但系我哋知。每一次我哋知嘅時間，我哋又會點樣去啊去行咧？啊，耶穌話知行合一，咁我哋又知啦，係嘛？黃若明先生都係咁講，我哋都講過啦。咁究竟我哋話知，我哋行唔行咧？行唔行得係啊做得好咧？係咪做俾人睇咧？係得睇就算咧？有段嘅讀經，一陣間咧都俾我哋即係再去默想一下嘅。啊，今次咧同翻阿希咧，我都會話喂，我哋都可以咧再播出嚟。我哋做修道人，每一晚每一早，我哋咧就去練下我哋嘅早課。五更嘅有五更土，夜晚黑有呢個晚土，仲有咧係一段嘅重讀。呢啲所有嘅一切裏邊咧，時都提醒翻我哋嘅，有一段嘅啊經文咧係聖保祿自腓嘅白書。我哋都話係以崇人長，但係我哋做唔做得到咧？啊，係咪天主要喺翻呢個嘅小朋友身上會睇得到嘅？啊，個小朋友要接佢自己嘅身體嘅某一部分嘅時候，啊，佢感覺到咧佢好難受咧。父母咧好似話真係要啊，好似割自己嘅骨或者自己嘅骨一樣嘅，啊。这个就是给我们会看得到天主爱人的时间这份的心父母的心也都是代表天主的心而天主的心会怎样代入是主耶稣的心呢让我们呢是去了这套的片我们看了之后呢去给我们是有一些什么感受在这里呢是我们再继续这个哭着挣扎的孩子叫王松明他的左腔静脉很快会被埋上一根管子，之后数不清的药水会从这里流进身体，与癌细胞长期作战，这些化疗药水会让他吃不下饭、恶心、呕吐、掉头发。而两个月后，他必须再进一次手术室，这次医生需要把他的大腿锯开，拿出骨头切除上面的肿瘤，然后再把没有癌细胞的骨头放回去，这是他唯一保命的方法。王松明痛苦地大哭。同为患者的刘子涵显得习以为常。这个9岁的女孩平静地说：“每个人出来都是这样。”王松明经历的这一切，病房里的其他孩子都经历过。他们患有同一种疾病——恶性骨肿瘤。这种病多发生于孩子身上，得病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三。
孩子的哭喊，家长的哀求，医生的无奈，这个病房充斥着残酷与童真。有人幸运治愈，有人不幸离世，而更多孩子的故事依然没有结局。南宁市的一栋旧楼房里，母亲正在为11岁的安仔洗头，因为想给孩子更好的治疗条件，每次看病他们都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去上海。安仔最喜欢玩游戏，游戏里的人物有好多条命，而他的人生却没有机会重来。因为骨肿瘤，安仔的左臂被迫截肢。生病前他还是个帅气的小男生，喜欢打篮球、滑滑板，但截肢以后他就再也不喜欢出门了。每次出去也要把空荡荡的袖管塞进口袋，走路紧挨着妈妈的右边。假肢厂里，安仔羞涩地问医生，我可以安美容手吗？安上后我还能背书包吗？他渴望回到学校读书，渴望和同伴玩耍。他以为肿瘤已经随着左臂被切除了，只要化疗结束，自己就能接着上学。但他不知道的是，肿瘤已经转移到了肺部。母亲偷偷瞒着没有告诉他，没人知道安仔的生命还有多久。苏州一家汤衣厂里，女孩王思荣躲在妈妈怀里委屈地抽泣，因为父母一直在外地打工，从小到大她的家长会总是没人参加。现在她被查出患有骨肿瘤，这让缺少关爱的孩子开始埋怨父母照顾不佳。思荣的母亲无比后悔，如果有机会重来，她宁愿不挣钱也要陪在孩子身边。王思荣的股骨和胫骨都长有肿瘤，而且已经扩散到肺部，医生建议尽快截肢，这样还能延长一段寿命。母亲听到消息非常无措，她不知该怎样告诉女儿这个噩耗。但敏感的思荣却早已察觉，她愣了好久好久，失去一条腿对青春期的女孩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医生也不忍心，他们最终决定尽量保腿，只是这样手术风险更大，并发症也会很严重。元旦这天，医生和护士们策划了一场迎新活动，一群素不相识的病人家属围坐在一起，他们相互加油打气，就像认识了好多年。安仔这天扮成了海贼王里的红发香克斯，他和安仔一样都失去了一条手臂。就在活动前一天，安仔还在手术室里，因为用于肺部化疗的一种药物会使伤口无法愈合，他的肺漏气了，现在只能在肺部插管才能排出胸膜里的空气。节目开始前，他让护士姐姐帮忙夹住管子，这才勉强走出病房。王思荣手术的前一天，医生来病房探望，小姑娘对着医生撒娇，切口能不能用美缝呀，下手能不能轻一点呀。这个爱美又怕疼的孩子偷偷听着医生和妈妈的谈话，他用笑容掩饰着心里的紧张。手术室里，医生的精神高度集中，他们需要把大小腿骨全部取出，杀死肿瘤细胞后再装回，染血的纱布堆了整整一地。手术室外的父母焦虑地等待，母亲想着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哭了，但看到孩子虚弱地被推出来，她还是哭到浑身发抖。临近过年，病房里的孩子们都陆续回家了，安仔装上了心心念念的假肢，她开心地拍了照片，幻想着以后上学的生活。王思荣的父母也提前为孩子定制了一个轮椅，吃年夜饭时大家都忙着给他塞红包，一家人快乐地放着烟花。13岁的患者杜可萌给每位病友都发去了新年祝福，但安仔那边却迟迟没有回信。正月13这天，安仔因病情恶化被紧急送往当地医院，他浑身插满管子，哭着诉说自己的难过，他没能好好过年，哪里也去不了，他想同学们，想去学校上学。母亲哭得泣不成声，她用手机记录着孩子的模样，她明白这大概就是最后的时光了。安仔一遍遍地请求医生，他渴望有一种瞬间好起来的药。看着饱受痛苦的孩子，医生无力地低下了头，他再也无法直视孩子，只能快速走出病房。或许是感受到了生命的流逝，懂事的安仔说出了令人心碎的话，妈妈，我顶不住了。握着孩子无力的小手，妈妈泪流满面。在最后的时间里，安仔的父母还做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把孩子的眼角膜捐赠出去，这位母亲哭着签下捐赠书，一位七岁的男孩因此重获光明。在去买水果的路上，王思荣的妈妈看到一位因孩子重病而乞讨的父亲，尽管自己也生活拮据，尽管他怕对方只是骗子，但他还是折回去把钱给了对方。他还买了三张去厦门的机票，尽管这是要烫13000件衣服才能赚到的钱。一家人去了鼓浪屿玩耍，王思荣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
这部纪录片的旁白是由患者杜可蒙配音的。这个13岁的漂亮女孩腿部已经完全变形，在结束化疗后，她的肿瘤也转移到了肺部。一向乐观的她也露出了脆弱的一面。杜可蒙和王思荣最终还是没能战胜病魔。最早结束治疗的王子涵也在去年10月肿瘤复发。因为恶性骨肿瘤的发生率低，新药研发投入少，近30年来患者的生存率并无明显提高。在这些坚强的孩子眼里，只要命还在，一切都不是问题。活着其实就是一件最幸运的事儿。我是拉环，关注人间易拉罐，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好，咁我哋头先咧，唔该希亚，即系我哋会听到咧，或者睇到，我哋俾嘅一个乜嘢嘅一个感想，自知保命，系一个10零岁嘅一个小孩子啊，因为呢个癌症嘅一个侵害咧，系冇办法系要知呢样要讲嗰样一个小朋友咧。好話好聽就係咁樣啦，犧牲我自己嘅人生。但係爸爸媽媽咧啊，佢哋都唔係有信仰，而能夠咧係話啊，我哋咧要將嗰啲嘅器官係要捐出嚟，嚟講咧為咗要保命啊，保第啲人嘅命。嗱，呢一個嘅一個偉大就話，截肢係保命，保唔到自己嘅小朋友嘅命，但係咧為咗第啲人。慷慨捐躯，我哋再代入嘅时间就会话耶稣，佢点样去命保无知呢？嚟到呢个嘅世间，我哋会头先听到嘅，由梅西一路到现在，我哋一路到以色列嘅子民，我哋亦都系我哋属于系外邦人，我哋都系继续咧系主耶稣嘅呢个嘅奥体，奥体嘅里边。主耶穌咧都唔怕，係不惜犧牲，係一條命咧，為咗保我哋嘅命。邊個能夠以一條命嚟去贖大家嘅億兆人民、千千萬萬嘅人嘅命？有天主先做，冇第二個可以做。我呢個如果咁樣睇嘅時間，梅西對翻人所講嘅以色列啊，你哋要聽啊！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应该当然全心全力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我日日吩咐你们要做这些说话你们应该要牢记于心。那我们说咦，梅瑟他都入不到福地，他怎么要这么苦口婆心，他怎么要这样来跟那些人去说，是吧？但我哋會話：喂，梅瑟，佢上到西乃山，佢見到天主嘅，佢亦都能夠咧係攞到天主嘅上方有名啊兩塊石板嚟到呢個嘅世間，為咗乜嘢啫？哇！睇見班人又拜金牛又要咧嚇翻全部縱情慾欲呢啲所有嘅所有嘅一切嘅裏邊，佢都反面啊！揼爛嗰個係聖經裏面記載。抌爛嗰兩塊嘅石板，同翻天主話差唔多會咁樣講嘅，我都劈炮唔做嘅。咁你話，咦，係咪因為嗰個緣故，天主唔俾佢可以睇到牛奶同埋乳物嘅地方咧？又唔係啊！梅瑟雖然話咧，佢係睇住嗰啲以色列子民係去到呢一個嘅福地，佢自己冇份，但係佢已經係見到天主嘅，聖經裏面會咁樣講嘅時間咧，佢嘅衣袍上邊咧有兩條嘅光柱。喺翻呢個嘅耶穌顯聖容嘅時間係有梅瑟有份嘅，預示乜嘢咧？佢已經係預示呢個牛奶同埋乳物嘅地方寄居嘅，唔係呢個嘅塵世，係寄居喺翻呢個嘅上天嘅各位兄弟姊妹。好啦，睇翻下聖保祿至希伯來人書。耶穌嘅疲於奔命，讓我哋去睇翻下一段我哋可以話咧，我哋作為修道人，尋晚我只會話：哎呀，天主話翻俾我哋聽嘅時間咧係會點咧？我翻嘅説話，我哋大家嘗試去讀一讀啦。耶穌基督雖具有天主的形體，
却没有将自己与天主同等的地位把持不舍，反而空虚自己，取了奴仆的形体，降心成人，与人相似，形态上与人一样。他自谦自卑，服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天主高高举扬他，赐给他一个名号，超越一切名号，使天上人间和地下的一切，一听耶稣的名号，都屈膝叩拜，众口同声都明认耶稣基督为主，而光荣天主圣父。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仍然，直到永远。阿门。行无言胜有言，无声胜有声。如果天主都用愿意用咁嘅嚟到话翻俾我哋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爱人如己。我哋唔好话翻俾天主听，无能无心。无意无畏来到回应天主这份的苦心，无意是对他这份的爱，去告诉他听天国离我们还很远的，等一下先、我们还要 take time， 是不是呢？如果刚才的那些小朋友他们这样牺牲的说话都告诉我们听，天国是属于小孩子，如果我们不去悔改，我们不去归依的说话、可能Halloween 我哋扮到接扮鬼扮马扮接扮吓鬼猫都得，但系我哋为咗癫为咗闯吓蛙鬼呢啲所有嘅一切里边，俾到我哋有啲乜嘢嘅一个意义喺度咧？我哋都唔知嘅，玩咗就算咯，嬉戏人间。但我哋失落咗咧，天主嘅至之宝味，为咗咧保护我哋呢个嘅奥体，我哋能够咧系一切。不会头会起危那只脚、只脚起危那只手，圣保禄讲的不是我讲、大家彼此去看低，不然是割切它、五马分尸是不是这样来切肢呢？各位兄弟让我们、好好反省，而且呢、在我们的重念的里面，不妨呢有时会再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呢，時時是苦心自問咧，我哋對呢個物體，我哋做咗呢方面咧，因苦及止及善受之。各位请起立，信望爱好维护我们的这个物体、真正的一个目的，让我们怀着信望爱向天主作我们的宣言。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有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圣同体，那都是藉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又同贞玛利亚垂的肉躯而成为人。他在官爵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地降临，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世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父与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恩宠，同享光荣。他曾
直施支援发言，我信唯一是圣至公，从中求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世界的圣使只有一个，我期待此人的复活和末世的生命。阿们。各位兄弟姊妹，天主是爱，每一样受造物都存在祂的爱内，让我们听从祂，向祂祈求。请为普世教会祈祷。天主是唯一的，愿普世基督徒唯独侍奉祂，聆听祂，并遵守祂的话。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赐给我们。请为我们的社会祈祷。服务是爱的明证，愿我们的社会在守望相助和爱德的基础上稳立，使人民得到适当的支援。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赐给我们。请为所有志愿机构祈祷，愿成员们在机构的服务之中发扬爱的精神。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赐给我们。请为我们的堂区团体祈祷，求主帮助我们体察别人的需要，到爱德的生活。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赐给我们。现在就让我们静默片刻，为各人心中的意愿向天父作出祈求。求主抚慰我们的痛惜，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抚慰我们。天父，你的子女，特别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两位的小朋友和他们的父母，还有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小朋友，他们是牺牲了的。我们都作为你的子女，唯独忠于你，求你促使我们时常守你的诫命，并在信仰生活上面善尽一切责任。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各位请坐，奉天命我们一起奉咏唱颂恩第八十九首，第八十九首《今生一生交给你》。
各位兄弟姐妹，请你哋祈祷，望全能嘅天主圣父收纳我哋，我同埋你哋共同奉献嘅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又为我们和他结作新的约。上主，愿系愿呢一个献礼喺你台前成为圣洁嘅祭品。同我哋带嚟你嘅怜悯，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哋嘅祈祷。愿主与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众感谢主，我哋嘅天主。谢谢你所爱我哋。主圣父全能永生嘅天主，我哋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理所当然嘅，并有助我哋获得救恩。我们知道你以自己的神能援助我们可扭坏的人性，藉着这个显示出你无上的光荣，你的圣旨取了人性，成为我们可扭坏人性的良药。如此我们可死的人性就因着我们的主基督成为救恩之泉。为此藉着基督，天使敬拜你，在你面前永远欢欣踊跃，求你恩准我哋都同埋佢哋一齐歌颂，不停咁样欢呼。上主天主，你实在神圣的，你当受赞美。你在我们的生命旅途上面，时常以信实的慈爱陪伴着我们。天主，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也都当受赞美，他以自己的爱将我们聚集起来，在亲临我们中间，正如他曾经亲临在门徒当中一样。我们深信现在他正为我们开启圣经的话，并为我们擘饼，如同他为厄马窝的门徒所做的。所以我们恳求你仁慈的父派遣圣神圣化这些面饼和葡萄酒，使它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在舍身受难的前夕，和他心爱的门徒共进晚餐的时候，拿起饼来感谢了你，将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个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了这杯来，又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徒，这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同埋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到纪念我。
子之聖的父，我們紀念你的聖子耶穌基督，你帶領他通過十字架上的痛苦和死亡，到達復活的光榮，使他坐你的右邊。天父，直到救主基督再臨的日子，我們不斷宣示你愛的工程，向你獻上這個生命之糧和祝謝之杯，向你垂視你教會的獻禮，基督的逾越犧牲，使我們在分享你聖子的體血之後，藉著你愛情之神的德能，成為你聖子的肢體，從現在直到永遠。上主，求你使教會在信德和愛德之中日趨完善，並使我們和教會教宗方濟各我們的主教仰望未來的主教施德望全體主教施德執事和你聖子救贖的所有的人相愛合一，求你開啟我們的眼目，可能夠看到第二人的需要，並幫助我們以言以行去安慰那些受苦和負重擔的人，使我們遵照基督的榜樣為眾人服務。天主，願你的教會成為真理、自由、公義和和平的活見證，使眾人相信世界總有更好的一日而振作精神。上主，求你垂顧在基督之內安眠的信眾，特別我們的小堂裡面的先我們而去的兄弟姊妹，在自有大家庭裡面的成員，他們的信德只有你知道，恩慈的父，求你引領他們進入圓滿的復活，使他們得見你聖容的光輝。上主，在我們紀念這個現世旅途之後，求你接納我們進入天國和永遠生活在一起，那陣時我們將同天主之母和精靈福瑪利亞、聖母的正佩戴聖約瑟、全體宗徒和殉道者、所有天朝的神聖永遠藉著你的聖子耶穌基督光榮你、讚美你。全能天主父，愿一切崇敬归于你，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中，你在圣神的团结中，都光归于你。直到永遠。阿門，阿門。在我們成為這個奧體裡面的一個肢體，我們感覺到光榮，讓我們能夠團結一致，合而為一，向上主呢做我們的讚頌和感恩。
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哋脱免罪恶，并喺情困之中获得安全，使我哋虔诚期待永生嘅幸福同埋救主耶稣嘅来临。天下难过老世君，人世永远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经中途讲话，我将平安留俾你哋，将个平安赏俾你哋。求你唔好睇我哋嘅罪过，但系睇你教会嘅信德，并按照你嘅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系天主，永生永王。愿主嘅平安使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嘅生命同在。请大家互祝基督嘅平安。请睇全面世上者，望住你同佢羔羊婚宴嘅兄弟姊妹系有福噶。主啊，我都不愿我心里话，只要你说一句话，我都能请主荣让我们一起咏唱颂恩第271首，第271首由一生界名。
这是非我的错，全他自落，你要彼此相信。
请大家祈祷。上主，求你在我们身上施展你的大能，使我们藉着天上圣事的滋养，获得准备以承受你的恩许。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各位请坐。以下有六则堂区报告及七则事堂报告。堂区报告一：本主日10月31日结束玫瑰圣母月，请大家尽早交回已作记录的神花卡。所有神花卡安排在下午6时的灵山座奉献。二：11月2日星期二是悼亡节，堂区将安排3台追思已亡朱信者弥撒。時間包括上午7:15、7:50和下午6时正。三、11月5日星期五受煎禮六，晚上8时舉行耶穌聖心彌撒，歡迎教友熱心參與。四、堂區聖體會安排於11月20日星期六前往柴灣舉行墓地追思彌撒。由於限聚規定，今年有限參加人數，教友可到堂區辦事處報名及購買車票，額滿即止。堂區支持香港明愛籌款，邀請大家慷慨購買及協助銷售2021年明愛慈善抽獎券，讓社會更多貧困弱病弱者獲得所需的服務。另外，教友可作送暖傳愛行動，支持香港明愛聖誕曲奇義賣，歡迎認購曲奇作為聖誕禮物，由明愛轉贈予弱勢社群小朋友。詳情請參閱堂區海報。六、為籌備11月21日基督普世君王節舉行耶穌出巡愛西環曲傳活動，堂區預請教友協助包裝曲傳禮包，日期是下星期六11月6日。上午同埋下午兩個時段，有興趣的教友請到堂區辦事處報名。小堂報告一：耶穌話容孩子我，因為天國是屬於這樣的人。藉著日常生活培養兒童信仰的意識，實踐愛主愛人的精神，為鼓勵兒童以行動見證基督精神，孕育兒童互相關愛、學習尊重、接納和包容的德性。現招募小堂小小服務員，誠邀各位小朋友參與服務，有意請於彌撒後到 MMLL 室門口報名。二、為幫助教友認識玫瑰經的美妙，主日彌撒後邀請各位一同前往聖母岩進念玫瑰經。三、司令會現誠邀各位小朋友手繪聖誕卡給在囚人士，聖誕卡規格為白色 A4 紙，請使用木顏色筆繪畫。聖誕卡只填色，不可有貼紙或附加其他物件。卡上亦可寫上聖經金句或祝福語，但不記名。有興趣的小朋友可以在11月主日彌撒後，將聖誕卡放入小聖律師小堂內的收集箱。四、司令會將於12月12日。主日舉辦親子壓花製品單，彌撒後10:45至12:15在 MMF 室舉行，每人只收材料費60元，名額20人，截止日期為11月28日，有意可於彌撒後到 MMF 室門外報名。
五，持有協進會升去先中心會員，請於離實後到 MMLM 室開會。六，各位教友可於離實後將奉獻自行放入設於小堂門落門口同埋 MMLM 室內嘅捐款箱內。七，請各位離開聖堂前，請先用消毒紙巾清潔自己坐嘅座位，包括座位、櫃凳表面，並隨後妥善棄置。中座聖舍院喺當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班次嘅全大社月年齡施法令，十一月係年齡月。於當前新型冠狀病毒嘅疫情下，信友們圓滿全辦告解領聖體同埋為教宗以向祈禱之條件，並履行以下其中一項事工，可為年齡取得全大赦。一，除了慣常在指定十一月一日至八日任何一日，教友亦可自行選擇十一月份另選連續或分隔八日時段，虔誠地前往一間天主教墳場，並在該處為亡者默禱和頌禱。二，可在追思已亡諸信者日十一月二日、今個主日、下個主日、諸聖節或十一月份另選日期，虔誠地前往任何聖堂或小堂，並在該處重念一篇天主經及信經。長者、病人和所有基於嚴重原因，例如基於有關當局於目前疫情下為避免眾多信友擠進神聖地點所設的限制而不能離開，家居者可藉著與其他信友保持心神上的結合，並完全擺脫對罪惡的依戀，以及盡快滿全三個慣常的條件的意願，包括領受告解聖事，在離實中領聖體，並為教宗的意向祈禱，並於耶穌或聖母的聖像或者聖像前虔誠重念為亡者的經文，例如聖教日課、為亡者的神禱或者萬禱、或念玫瑰經、慈悲串經、或念其他為亡者最常用的經文，或專心反省為亡者例而採用的其中一篇福音，或透過履行一項慈悲善功，同時將自己嘅生活上嘅辛勞、痛苦奉獻俾天主。堂區同埋小堂報告完畢，各位請起啦。我哋咧，因為上個星期已經係做咗呢個嘅聖母進教之後嘅降福，不過咧禮多人不怪，我哋用咗一個簡式，因為咧喺事後嘅都有呢個嘅協進會咧，佢哋會帶動呢一個集年時鐘嘅經文。與此同時咧，有啲嘅兄弟姐妹後來都完結呢一個嘅玫瑰園啦，咁可以前往呢個聖母岩咧去重念呢一個玫瑰經啊。咁我哋點都好啦，喺透過真係我哋嘅祈禱呢份嘅虔誠，呢份嘅共同合一咧，使到我哋嘅呢一個基督嘅肉體咧係繼續維繫落去。願主與各位兄弟姐妹同在。愿全能的天主降福你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并永远降临于你们中间。最后我能够延续这个的生命，我们开始这个十一月这个年龄月弥撒礼圣。感谢你的礼圣永远我们一起237首《帕蒂瑪聖母》。天主我信仰，奉獻聖母。
我是恩惠的慈父，你是我生命的救主，求赐你恩主圣化的恩赐，求赐我将难能通过死亡的关头，由这个世界里难以作战，在你满满的爱情中获得永远的光盛。精灵玛利亚，你是圣母，我的慈父，求你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伴着我，使我能带着上主的重担而去世，我的灵魂也能同你一起到达天主公义的座前。大圣若山，你在临终时恳得耶稣玛利亚陪护着，求你也使我将来能活出一个圣善的死亡。在主人回来时，醒悟着的仆人才是有福气。主耶稣，在你来召唤我时，使我也醒悟着，在那最后关头，求你垂怜我。死亡藉着罪恶进入了世界。死父，你已救主耶稣的牺牲，帮助我接纳死亡的保证。圣父，我愿听从三年成事的耶稣奉献我自己的终期，以补偿我的罪过。愿遵行你的圣意。圣父，我愿听从在十字架上受苦的耶稣奉献我的死亡，以挽救众人的灵魂。愿遵行你的圣意。圣父，我愿街同世人所抛弃而行将弃绝的耶稣奉献我的死亡，当作祭品以光荣你。愿遵行你的圣意。你们若是死了，你们也要同基督一起复活。因着圣誓，我皆同基督一起死亡而被埋葬，基督既从死者中复活，我也应当度一个圣善的新生活，所以我应该是誓死远离罪恶，而活于天主的恩。求使圣体圣事在现世的旅途中成为我的力量，永福的凭证。主，请加添我留守一起。弥撒圣祭是你死而复活的奥迹，求你使我每日在这奥迹内找到力量，为天主及近人终身服务。主，请加添我留守一起。请众同祷。主耶稣，你曾说过，谁相信我，即使死了也要活着。你已復活至勝了死亡，求賜我能以希望將來的復活而生活。阿門。為我們當中首先去世的兄弟姊妹祈禱，是在主懷中的人是有福的。為已故的兄弟姊妹祈求安息，上主，我由深淵向你呼号，我主，求你俯听我的呼号，求你侧耳俯听我的祈求。上主，你若细察我的罪辜，我主，有谁还能站立得住呢？我是你以夫树为怀，女人的你已经离我。
我仰赖上主，我期待他的圣名。可怜的他，主比较苦待更近的词。请以色列民仰赖上主，要切于今苦待他，因为上主苦于人前，他必慷慨救援。他必要拯救以色列民，脱离一切罪恶。我只赐他们永远的安息，必以永光照耀他们，使他们永享安宁。阿门。圣母进教之后，为我感谢。圣若望爆士告，为我感谢。圣雷斯，为我感谢。